estamos saindo. Já não tô dando.吃没事，好样的！他其实没余震，还是挺脆的。是啊。有余震敲起来，主要不能被他一到，就肉起来了。好怕，打也不在。好，塔里克要来了，金丹不见，我接你吧。哎，出现了，没事。让他漏点兵打龙去了，我灯笼接你，没事。我去帮他打龙。蹭点经验。他们知道我回了，看到了。嗯。这不现在反正他们也不好推进了，我可以出来的。都能逮过来，那我们有点难搞了。他这么一死，他们不漏，我们也出不去。给我灯吧，我去吃个车，往他们走了。谢谢忙碌哥的虎牙一号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啊。哥的大操，他偷了死哥的大，离谱。哇，上路被秀了，完了。飞不出来，滑板鞋没闪，塔里克没闪，嗯，两个都没闪，下路也没死，没死。
动。他被冰卡了，他们没现眼吧？嗯，走，直接过去。干嘛？这眼睛想抬？允许了吗，小老弟？这里。剑姬在这差一点点。嗯，打小牛吗？嗯，可惜了，他少了几个。猪没闪，好，他们 AD 辅助闪现还没好的，嗯，跟我一起了。这地方这么美，这不你小心蜘蛛再拉几个，他们两个没漏。他们 AD 辅助有闪吗？有点，还行，先抢中吧。那我们两个在中装兵，嗯，你们打，我们就在中继续装。我压凶一点，反正我有闪。塞尔斯来看了，没有，那我继续装。你们打吧，我继续装。蜘蛛了，我可以灯笼接你，我接你走走。得靠我这边。两个伞，AD 中单没闪。嗯。先拆塔，先拆塔。中单没闪，280。哦，嘿嘿，哎呦，哎，血钻，这就想不到了，这都能带送的，他们好像这个在，顺便可以看一下。下波好打，那波他们两个没闪。后面后面，我有灯，他别被晕了。他应该要交闪，哇，他没闪的吗？那舒服了，没打，直接一波了。嗯。投降了，nice, 1000分，太不容易了。辛苦啊，这把说实话我都不敢去好赢了，没想到还是确实难打这把。
错，21。偷了龙那波挺赚的，那波偷龙挺关键的。哇，终于800了，我的天哪！1008。